好吃，它是真的很好吃。有的时候就是你实在忍不住，你都想要干一盒的那种。这个我其实已经窥探很久了，很想要感受一下。真的就是嘟嘟嘟嘟嘟嘟嘟就下去了。嗯，太香了，救命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高儿。今天让我们一起欢迎大家来到我的五字零食铺。大家也知道，平时我是一个小馋嘴，所以我也会有一些自己喜欢的。这里面呢，不全都是那种健康零食啊，但是也有一些我特别特别馋的时候很想要吃的一些很好吃的东西，就来给大家分享一下。OK， 第一个，我先从老朋友开始吧，黑芝麻儿。我现在已经没有像以前那样，我以前可能一天吃一到两颗，但是我发现这个东西大家一定要就质量的吃，好吃它是真的很好吃。有的时候就是你实在忍不住，你都想要干一盒的那种。应该很多人都推荐过这种非常便携的黑芝麻丸，放包里啊，然后饿了来一颗，馋了来一颗，而且它里面黑芝麻嘛，这个算是那种健康零食，平时可以补充能量，补充高蛋白，补充钙。还是老味道。我先把健康零食都介绍完哈。我喜欢拿奇亚籽泡水喝，但是奇亚籽它第一很有饱腹感，第二它也是算是一种超能食物 super food， 它是那种超级食物，所以对你的营养，比如说你要选零食的话，这种脆片啊要健康一些，毕竟它是非油炸非膨化食品，所以健康食物还是要首选这种非油炸非膨化的食品。这里面就是这样子，而且它是无反式脂肪的，所有你在零食里面需要的健康的东西它都有。我最近特别迷一个东西，就是碱水面包。我发现碱水面包，就你知道馕有那种很韧劲那种嚼劲，所以我就觉得碱水面包跟馕有那么一点点像，它都是特别有嚼劲，然后它咸咸的，特别的入口，就很好吃。所以最近呢，我不是介绍碱水面包的，是介绍这个，它是一个二创版的，它是碱水面包干，就是这样子一小包的这种面包干，它也是拿碱水面包做。这个我其实已经窥探很久了，很想要感受一下。这个不算健康零食，它算是那种，比如说你跟朋友聚会啊，然后你要是想换一换薯片，想换一换口味的话，你可以感受一下。你看它里面就是这种像一小块碱水面包一样，非常的香哦，太香了。平时家里面来好朋友啊，然后就一人一小包，非常的香。别人都拿什么薯片出来，你拿碱水面包干，比别人酷。这个是椰子味的，一个原味的，一个椰子味的，你可以换换口感。OK， 下面这个也是一个有点那种果仁类的，它是鹰嘴豆。你知道有些时候，有时候那种你就真的就纯嘴馋，然后磨个牙啊之类的。我之前看到过那种什么磨牙棒啊，能嚼很久的。但这种鹰嘴豆呢，它是那种坚果类，比较对身体健康有帮助的。然后你可以来这么一颗，它这种小小的，跟那个小的爆米花似的，你看这样小小一颗，然后它很有嚼劲儿，你就可以打发打发时间。这说十秒吃一粒，一小段打发你800秒的嘴巴距离，非常好，非常 nice。OK， 下面我要介绍的几样东西都很厉害了。第一个是这个，我很喜欢喝这种汁儿类的东西，所以我今天准备了两种，一个是比较浓稠一点的，一种是清爽一些的。我不知道大家小时候有没有喝过那种果泥，这个呢它就是蓝莓的，大家知道蓝莓对眼睛好，所以我平时点外卖啊，点超市，然后我需要凑起送的时候，我就会买盒蓝莓来凑起送。这里面就是这种果泥状的这种蓝莓汁，就很像我一口就吃了一大把蓝莓一样，酸酸甜甜的，非常的香。而且它这里面的配料就简简单单蓝莓果，就什么也没有，非常的干净的配料。这个我要重点推荐一下。这个为什么我要重点推荐？其实这个我也是在网上刷到过太多次，然后实在忍不住我下单了。来以后我发现我又回购，我说这个东西我实在太需要它了。以前我还会自己去榨蔬菜汁，我现在除了一杯水杯咖啡，我还要喝一罐这个。我有时候可能我上班的时候我来不及就是都喝完哈，可能就想上厕所了，一下喝太多水，但我会把这个带上，然后很方便的一瓶，它就是100%的番茄汁，而且番茄你喝了以后，我不知道它有没有美白的效果啊，网上说的，但是我也不知道。但是它最重要的就是你吃番茄对身体，而且我特别是很喜欢番茄的一个人，我喜欢生吃，然后我就是喜欢这种汁儿，可能有些人不太能接受这种汁儿，但是相信我，你一定要尝试一下，真的就是嘟嘟嘟嘟嘟嘟嘟就下去的那种。太香了，救命。
OK， 最后一样其实是我加的粉丝货，因为这是应该算是这里面最不健康的一个零食，但是因为我太喜欢了，所以我让同学给我特地准备了这个东西。大家知道他家的这个酱吧，我从小就很喜欢早餐的时候面包上面抹那个酱，直到长大以后发现现在他们升级了，他们开始做饼干了，真的重新燃起了我对他的爱。我之前我记得特别特别清楚，当年我分享我有段时间我减肥的时候，不是一周给自己留一个欺骗日吗？我现在也没有再进行这个了，那就很久以前有的时候。我记得我有一个欺骗日，我特别激动的烤了一片面包，抹了那个酱，我吃的时候我觉得我那次是感觉这是我这辈子吃的最好吃的东西。所以他家出了这个以后，我就发现真是得我意啊，因为我又爱吃饼干，然后又喜欢吃这个女孩的巧克力酱，我觉得啊哈，真的太爱了。哦，看好皮啊，这个香味就是，而且我很喜欢榛子，它就是那种榛果。嗯，好吃。就像我说，什么食品在我这儿都会变成吃货，很馋的时候真的很需要它。今天呢，我的零食铺就分享到这儿了。如果你们有什么好吃的、健康的小零食呢，也可以推荐给我，我到时候去评论区看一看你们有什么比我还好吃的小零食。等着你们，拜拜！我要继续去吃了，拜拜。